2023年11月30日，今天是礼拜四哈。啊，今天整个台湾的天气呢，爱注意东北季风又个增强哈。啊，这个北部呢，这气温呢开始下降，东西边啊，这个部分所在啊，拢总会出现条件叫做低阵雨啦哈。啊，南中南部这边只侪云到好天啊，有云同款哈。啊，注意有这种南方的低阵雨。古历加到10月18日，啊，那气温呢方面。对北九南温度18度到29度哈，这是咱天气状况，和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来，感谢啊，今晚呢，咱就来加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咱开始来加看新闻哈。来，首先咱们个看这个总统的大选的新闻哈。你讲国栋伫进行无几工啊，爆料出工，有人去催伊。还是讲有人打电话去，甲开价两亿个美金，叫伊卖选、退选，叫伊做国民党的副手，按两亿个美金来付伊。结果这件代志一直闹闹过来，讲了后的时阵，这个国栋内底发言人啊，大跳出来呛声，讲因有所本，因手内有证据，国民党你知影哦，国民党你嘛知影哦。这可能感觉讲，敢那亲像郭文铁伫这个旧合作无成功，见效转受去，乌白崩了。结果唔是哦，即马来去崩另外一件哦，可能看出郭是有计划性。当然啦、啊，大前提就是合作无成，见效转受去，当然受去的对象是国民党，有计划性的崩了。咱今仔日看到新闻，搁在报。一篇这个歌先崩了了，崩了安那呢？崩了讲迄个什么啊？歌原本吼，伫咧含国民党合作的过程当中，谈判的过程当中，讲到已经去找几啊名副手啊。啊，这些副手呢，叫国民党知影，国民党要紧手，单存对这些副手里面，甲国党找的副手家的人就对了，讲来来过来。过来，阮国民党吼做这个不分区的啦，做特党的啦。你底下你做国外副手啊，不一定选你赢啦。过来，今麦个爆料一件哦，予人感觉是真有计划性吼。遮个新闻报道，咱来甲听看安怎样我讲啦哦。到底是虾米人开两亿个美金，要来请这个国党总统参选人郭文铁来退选？也是吼、哦，来做这个啊，哪被夹走了后的副手呢？郭文铁昨个在出席一场2023年台湾经济发展论坛的进行接受媒体访问的时阵，搁在爆料啦。伊讲过程当中，这昨下晡的节目有讲过啊吼。伊讲过程当中有一名姓徐的生理人，有一名姓桂的将军呢、啊。包括一名姓魏的先生就对了啦，并且感叹就对了啦，说在打选战的期间，哦，不就有够多边神啊啦、看狗啊啦，但是都没说出这的人真实的姓名新闻出来。民进党立委指出的说这个案件已经牵涉了威胁利诱，包括选罢法，还有挂问题，你就要把这把将这的嫌犯捡出来，不要这么委屈讲出来，和大家替你出一口气，替你啊讨一个公道。我团说伊的华侨透过着选特自由会选择自由会的秘书长郑英祥来看山啦，讲吼呛声啦，唔是啦吼，开价两亿个美金要叫郭文铁卖选情做副手，被问到是不是有事实无？郭文铁表示讲啊，我跟你讲啦，啊，迄、那个过程当中啦，迄、那个什么伊的生理人啦，啊，够姓贵的将军啦、魏先生啦，更加感叹伊伫咧做医生的时阵，真少遇到变身啊呢。来怕这根酸碱了，变身啊也好啦，砍高啊也好啦，哦，有够济，一个有各国。国事的变成啊，拢总有对我来讲就对啊啦，这里啊很过跳过，卖个问啊，结束啊。另外，这篇咱个听过嘛？国党总统参选人郭文铁竞选总部发言人陈志涵啦，一张搁在内心爆料了，讲伫
登记的参选的进程，其实吼郭文克电影已经有找几啊名，打算要来做伊副总统副手就对了啦。但是这的名单去予国民党知影，国民党的最高层段要紧含者会当做郭文克副手副总统的人来指接。并且甲遮个人讲讲，来啦来啦，过来阮国民党，阮互你做不分区的啦，唔免选甲遮艰苦啦，互郭文铁无副手人选。那是讲这名，这个国民党的最高层，伫这个啊郭文铁要用的遮个副手，伫啊出出入入当中就对啊啦，是唔是去指控涉嫌？只牵涉着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甲着前亚富的台湾的总经理周开联有关的呢？对着这陈志涵，底下暧昧不清，底下咧讲讲，大家当去用药的啦。简单讲，意思就是讲，原本周开联嘛是国外副手之一，就是咱咧讲讲的亚富伫咱台湾的总经理嘛。他就报纸报啊，伊当时报纸落刊啊。阿里阿敖是从国民党的歌坛的插手里边啊，来搞起滚人工来啦，去做去副手，你阿无在了人选的，第二步个更可悲死，来阮国民党家我不分区的合理，都运动选的安尼，硬要共插过，我们的所谓的看高啊，变成了当中有主亲公是美国阿拉斯加参议员的助理，我们的竞选总部办公室啦。这个戴武文，伊表示咧讲，讲边贤那是透过中间人来介绍的，因就对了啦，有摕到对方的名片，但底下嘛咧讲咧，讲介绍的中间人，就是时常伫这个媒体咧曝光啦，而且曾经唔捌伫国民党做过官的人哦，但底下要阁指出，这名曾经伫国民党做过官的人，过来各位请带主请讲是美国阿拉斯加的议员助理的人来教阮国党，教阮国党。来做实习就对了啦，一直到个登记的进程无几工，这名自称讲是美国的议员的助理的人，才来讲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希望了解一下吼，恁哪家伯的合作的程度是够个对的。但底下你讲讲，阮国党啊，抱持怀疑嘛，嘛认为讲吼，敢真正有这件代志？啊，若有这件代志的话，照你讲，爱顺正常的管道来讲啊，国党甲美国嘛有联络的管道呢。第五问，伊咧讲讲，因知影吼，明确的来源，国民党这方面嘛知影两亿的美金的代志啦。对着遮赵小康回应咧讲啊，迄啥物两亿的美金啦，啊，啥物两亿的代票，阮国民党拢无呢，阮即马是三 PP 呢，那有可能？令何国啊，两亿的美金绝对唔是阮国民党的人，绝对嘛唔是阮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赵小康也搁咧讲，讲伊甲朱立伦、侯友宜，包括吼竞选总部啊，诶，执行长金宝昌，也搁伫咧为经费咧伤脑筋呢。阮国民党哪有两亿的美金啦、啊？真正是乌白讲就对啊啦。当然，郭文铁竟然啊敢讲出来，你得爱负责任讲到底。嗯，这就是有计划性的爆料啦，就是合作无成，见笑当受气，两亿的美金也挖出来啊！即马开始合法加加一段期间了，阵人讲，哎，你爱去甲过呢？这是已经违反选办法啦。伊即马还佫假冒伊讲吼，一个姓地啦，姓魏的啦，唔是姓地啦，一个姓魏的啦，一个姓贵的啦，哦，啊，一个姓余的，安尼就对啦，富贵啦。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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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这个名单去给国民党知道，国民党手春蕊我硬将这些人叫我说、啊、来我们这部分区去做国外副手，要给国外副手人用，现在就说这条出来了、啊、看周开联现在到底国民党的部分区、啊、没没意思对吧这就是现在破产去啊、对不对啊，这就我跟你说了，郭文铁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怎样，希望媒体继续有他的新闻，对对对，就这样而已，大家来讨论，但是他要帮忙要帮一个有熟悉，他帮没熟悉是白色再加白色，白色再加白色下来，你其他你较熟悉郭文铁，熟悉不熟悉咱也是你念郭文铁这个人，我就说过嘴若开那不是准备要说白色，就是已经开始在说白色了
啊，拜托诶，啊，这安尼两亿一亿的美金安尼降落到地，敢像囡仔咧办公会啊，安尼有无吼？哎、欸，拜托，这种大标志。国民党我咧想是提不出来啊啦，我因为东山会有较早嘛，哦对不对？我说国民党可能提不出来。就算讲有这条钱嘛，一一一啦，对啊，当公开公我有这条钱啦。对啦，啊，所以你挂问题，今仔日即马咧碰这个物件，我讲就较歹听啦。拿准是真的啦，嗯，拿准是真的。你竟然无去司法机关处理，无交司法机关，你竟然无去按人先告，讲有人要搞蛇影汤，那你挂问题你讲你修法到位啊？哦，啊！你法令诶，做所有选罢法的规范，你咧头壳来算做啥货？啊，一个未修法的人，未、哦、算总统。系啊，对啊，未算总主席。啊，一个乌白崩崩崩崩了，一个这样子，啊，佫讲未出些啥物人呢？哪个人姓名呢？季将军呐、啊，啊，佫有一个内野新力人，啊，佫一个魏先生呐、啊。季将军我佮查完了对吧？吼、哦，有一个叫做季。纪林啊，迄、那个纪林的林啊，哦，纪林的林，纪林，纪林啊，纪林、嗯。啊，即个讲讲，我四当前介见过一遍面啊，迄阵佫是伫咧迄个做啥，伫咧迄个做什么什么什么军事学校内底。哦，即个有跳出来讲过，即个有跳出来讲过啊，咧讲过，唔是即个跳出来，就是迄个国民党因这边只，诶，即个做，即个哦，即就是伊啊，伊就出来讲讲，哪空姓贵的将军。我介意捌四当前捌见过一遍面尔，我了对了，哎对对，见过一遍面尔，啊了后就唔能够再接触过。啊，就到时会同伊接触啊。哦，啊无无，这当然。哎呀，我意思是讲，挂问题，你碰这种料有无哈？这一定是严重违反着咱选罢法内底，所以伢汤阿信食，其实伊喺哪里较侪过程当中，都拢咧所以伢汤啊，是检调都看到尔，你再讲下。无反你啊！啊，所以这个物件啊，结果咧，长下暗是不是？但是说我拢咧讨论这个问题，声、嗯、量永远保持掉咧，也维持也得多啦。啊，无伊即马咧退兵啊，你咧？哦，对不对？这讲翻听，哎，这帮我存十通趴啦，十八趴啦，十八趴。哎，我差不多存十八趴，我咧咁快。民调做出来，真系民调了。这我俾你阿夸，唔免话久就去存十六个，哎，就去存十六趴啦。啊，佮落去了，唔知要存几趴，唔知啊。伊即马也无张地啦，无应干的张地啦，啊也无钱能去办张地啦，包括区一个李伟英也无啦。啊，不分区的李伟更加无人要提钱出来办张地好应干。你叫我说不分区的，到底算得掉算不掉？我嘛唔知道，我无代无事，我开一个钱去办一个场地要创啊？哎，听你讲讲办一个场地，演讲会，迄唔是清清菜菜讲三五千块、三五万块来解决呢？所以这个代志吼，唔管挂问题是咧讲地产，啊咧家己破心计，或者是讲这个挂问题，伊想要做啥物，迄个做背后的动作，咱唔知道。但是你既然愈讲愈济呢？愈讲愈济呢，啊，包括你的发言人迄陈志涵呐，哦，迄、那个后拿出来愈讲愈济呢，啊，即摆把紧你检调，唔紧但无差，人迄个苏八六先生啊，甲黄帝银啊，张一哥，一哥啊，就一哥，啊，张一哥啊，啊，一哥了后，你挂问者人啊，检查官甲你调用，下日咧讲迄两个字，哈哈哈，还讲过就讲过，准说检查官当何里啊？这点调过当过了，哈哈，哎，这点怎过了？检查官当何里啊？一定爱你问我清楚。讲啦，真正有调啊，时光久后啦，当然，我咧个想问啊是，啊，你拄啊好卖，你这段时间我考着检查官哦，哦，你来话先，我考着检查官嘿，我甲你讲。即别离了，你可能讲得出来啊、哦！卖何你考着检察官，考检察官未服气啊？未话呢？迄、那个案件搞好，何你国民法官信着啦？国民法官唔在咧，清正。哪知啊？好啊，咱好，咱个七一百万补偿，那我这地位的国民法官，佮对我好，真正佮抽到这个案的话，有你讲着你死定啊！其实伊最近咧查这个什么所谓的坑狗啊啦。不落架，所有的变成那两亿的美金，包括讲国民党手伸入来，甲扭伊副手了，对啦。这拢是要甲国民党争选票，伊要甲国民党的支持者讲，国民党就是遮尔那卑鄙啦，用钱要甲我买收啦，来买收袂行，佮要甲我副手硬拖去啦，我无副手，人用单走去做后的副手啦。要给国民党的支持者讲，我国民党你亏钱呢，你安尼硬硬啦，从来做黑电后。做好副手啊，做本副啦。无，我即马是讲原本开门又是要互伊做副手。对啦，这是叫做阿廖。
瓜分地去吹，副手国民党是拢提不分区来换掉啦，对啊，那换就对啦。啊，这个是没有国民党支持，只讲哎啊，国民党就是这里那两公，你来支持我国，我来，我来，我来，因两边的谈的就跟谈了久，谈啊尾啊破局，政府也破局嘛吼，哎，本来。国民党就是希望你做副手啊。嗯，本来你那两个党，那两个要给你，你希望你做副手，你对不对？你用这党的中间就对了吼，那两个上不退啊，对不对？好，还是在闹破。嗯，哎，我干嘛做现的啊？不啦，我个人的感觉，这可能还在白差的。啊，但是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诈骗集团。对。就是挂问题去当掉那个诈骗集团，个钱只要不要太钱。嗯，有啊，啊，就照你所讲的，有影啦。哎呀，有人会流血。无，因为选举的期间有足侪人自称家己代表是啥物会嘛？ 哦， 哦，对不对啊？对啦，所以即卖民进党是咧讲讲，哎，啊，你讲美国有迄个做众议员啊、参议员的迄个助理啊，嗯、来甲你指教，啊，你该咱甲迄名讲出来。嗯。参议员、众议员到底什么人？嗯、啊，助理什么人？嗯、哦，哎，啊，这个代志讲我清楚。嗯，关于你这个人，你做你放心啊，无迄条讲啊，无这秘密这袂使讲，伊无啦，伊拢是乌白人讲秘密的啦。哦，无应该讲的，伊也拢讲出去的啊。算讲伊拢上名嘴错意安尼就对了。啊，对，伊开始真正名嘴错意的咧。啊，拢敢讲出去啊？对啊，啊，所以这个代志哦，实在是讨论这怎么讲系啦？啊，我实在要甲陈文平讲。到我今仔日地文凭，你阿哥咧合约检察官爱主动，哎来侦办，你到阵时嗰个合约，啊你唔等人输八六加八六，我电影去过啊你。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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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俊仁讲，郭文铁甲郭董啊，今嘛阿哥咧创啥？阿哥咧维持伫咧迄个拿地下的时阵，迄种讨论的议题力度啦。嗯，因阿个说法咧维持安尼，只要大家咱继续讨论，不管是正面还是反面都无要紧，安尼伊就稳著啊，那就对了。啊，所以这个郭文铁，你当个明仔载佫出来讲嘛？讲其实伫咧拿地下的时阵，有一个来一只火地啊。啊，证明两个外星人都来啊！哦，甲我指示啊！哦，讲我一定要做总统，无地球就要攻击啦！你会讲你想讲我较最后的啊？我本来是伫咧想啦，这两组夹无起来了后，有可能国民党会硬压啦，硬崩掉，或者国民党嘛硬崩掉，或者国民党就不死了对啦，啊，是那边毙命了。说殊不知，唔是呢，说国民党先下手已经先崩呢。先绑这个什么两亿的美金出来了后的时阵，搁再绑这个国民党共拖副手啦，共拖伊这个啥，伊要选副总统的副手共入去因的部分区的啦。算先绑了安尼，啊，这吼未来会去继续绑啦吼，啊，当然国民党这个个性的绑架伊的民调，搁再吼回到等下超过20%啦。嗯，超过20%，卡有可能会慢慢啊将这个炮位转向对民进党这过来了。那、这个是较有可能啦，啊，不哩个虽然那个这皇帝应该输不了一下个吼，但是从中华国讲的啊，当检察官真正要办这个案件，就选举办嘛，差不多啦。啊，啥物人会去在乎这个消息啊？民进党目标唔是国民党。嗯。是好友谊，对啊对啊，加多少人去投啊？嗯，包括总会的，哦，他总会也是其他总会是一点爱来叫做拉拉队，一点爱来啊。那那边总会一个是兵队的，就是国民党啊，单单攻击的，还是回归这种党的吃饼的。对啦，还有白茶瓜的，要掉山黑以后，他搁再看检察官当时办的。这就安尼叫安尼就去了，这两边都别个讨论领导代志啦。啊对对对，好来好。来，感谢0800-0500-6688，吼，圣诞公司全国免费的机会专线，咱进攻过来。我食药吼，脚筋那块地板吼，脚筋头拢未硬，安尼啦。哦，脚哦，算讲硬袂落就对啦。硬硬都会一酸都痛。是。那我脚两分了后吼，就感觉腰袂痛吼，但是这个脚筋倒是无啥改善。啊，林小姐她讲讲继续食，我食两罐吼。哦。我怎么在拖地板都会硬啦？哦哟，恭喜恭喜恭喜！哟，安尼啦，啊是讲哦，我是讲过再叫，安尼我再去。
提三罐啦、啊。吼、哦，啊你、嗯、你的症状带偌久啊？嗯，你这个药听吼是真久啦，啊，但是是一直是要偶尔偶尔嘛吼，无足常听，啊，像最近吼、哦，是甲是甲常常安尼压起来听安尼啦。最近这落雨的天气敢有差？应该是无啥，迄时哦，过个差不多两三个月前吼，就较接起来听。好安尼。啊，这土地板吼，是咱人阿伦吼，好啊，身体较好，啊，那这地界就爱用那炉啊吼，安尼。来土地啦。啊，我姑姑行了了水。哦哦哦。阳光啊，那个对。啊，这没事，没进到新楼啦。啊你好用试管过，即马规个改善到足好势了。我是这阿是 A R 啦。啊会啊哦，是咱咱去坐坐椅啊吼，本来坐坐椅啊坐落吼，坐落去啦，唔是坐落去，坐落去中间是咱那胃硬硬胃硬疼安尼。哦哦，哦啊即马咧，啊即马得坐到一坐啊。哦，你坐你啦，好安尼，甲你恭喜。安尼你体质袂歹，八十四关尔咧，嗯，八十四关安尼。啊沈太太，你这即马啦，食完这症状啦，改善了差不多吼，来你就让他改落来食保养诶。保养，嘿，继续甲保养落去哈。哎，我足肥呢。对哦，身体健康上重要。啊，我是比较瘦，要吃三餐才健康呢。安尼好，会啦会啦，身体啦健康要摊啥拢有。好，是是。哟，啊，你拍鬼好不出哈。我家好是大家在讲。好，感谢你。好啦，真感谢咱勇气大，取得台湾人苦了不一节不好。啊，全部是咱信南公司会有咱独家所提供的啦，哈。啊，当然啦，咱信南公司也主力的这些产品都是咱石鼓山嘛，哈。咱这个大姐咧，甲咱做见证嘛，是讲的是石鼓山哈，啊，伊食提起了食料对哈，对这个筋骨多啦，本来拢未行，拢未行了对哈，啊，这么来会较好势啊对，食四罐尔，所以感受真紧了对。啊，所以这每一个人每一个人这体质都无同款。我食许多酸，食两三罐啊，三四罐来中间，伊会感觉讲，哎呦，我、哦、差足侪啦呢。对这身体是感觉就讲，哇，今麦几好足侪啦，健康足侪了对。要有的人，哎，食四五罐、五六罐啊，也未感觉就对。这个是咱每一个人这体质，同这许多酸接受多，迄、那个时间性的反应嘛无同款的对。这不是刚才讲，这咱这许多酸这物件呢，咱普通一般人去食这个西药啊，哦，西药其他去食的，那明仔随便放。就这种安尼对，迄反应就足紧。谁食了谁食一顿，食两顿尔，这又谁食一顿是没特别棒啊了对了。啊，伊咧咧接受多，谁也接受多，有诶，把是拢无同款。所以咱人诶，这体质吼，一人一人无同款。啊，有诶食迄个汉药吼，把是同款，迄接受多，伊食偌久都感觉有效啦，伊食偌久哦，也阁无效咧，安尼就对。啊，白白同款迄种白疼哦，同款食这种药啊哦。叫了去了，这人的轻、紧、慢，以及反应拢无同款。所以咱信南公司的产品嘛是安尼就对了。啊，所以咱较有定一个时间。你想食咱的许多山就对，咱规定讲，咱一个定一个时间是讲，你甲食三个月，上紧食三个月，上慢食六个月就对。所以这三个月到六个月的中间，和咱信南公司这优良的产品，改做身体上的调理。咱的规定，咱不是讲规定，规定歹势吼。咱来讲，差不多甲体重比如互相勉励，就是安尼就对。因为我讲讲你食一个，食咱石鼓山，你的体质比较较无同款，迄接受度会慢。所以人家你食五罐、食六罐，还佫无感觉。哇，你两个食三个月啊，安尼过去了，哎、欸，另一感觉起来。啊，有人时像他在即、這个阿三讲，我食四罐呢，属于感觉就对。哦，食四罐属于感觉，安尼属于感觉我身体好足侪啊，安尼。啊，所以详细的话，食三遍就是安尼吼。啊，咱有这个、有这个、有这個时间性啦吼。啊，所以特别直接去跟中心去跟咱讲一下，真侪人跟咱买两罐啊，三许多山去食的时阵吼，食了无过来买，遐有啊，这个表示讲伊食了无感觉个对。所以我要甲食的人讲，加开啊，宽容啦吼，你继续食。有心要甲食咱信南公司的三遍，你一定爱有这個时间，好难的对吼。安尼你开了解，你会记得讲，你会白听。甚至是十档，甚至是十二档，甚至是二三十档，后尾为少年做查囡仔，到个做阿妈，较食咱啥物食较好起来，迄看带偌久，你甲想看慢。啊，迄种带遐久诶，即个病痛对啦，较有可能一两罐药、两三罐药啊，一枪甲你粘起来，迄个不仙丹个，吼、哦，何况讲世间迄个无了仙丹，吼、哦，对不对？
哦，所以这个是咱家己爱去想。我的白疼，我的筋骨都已经十几档啦，我甚至已经十几档内底，我唔知是伊看偌济啦，汗汗唔知食偌济去啦，拢无效果。哪里食许多酸，食一罐、两罐、三罐都没有健康效。所以哦，咱卖有种想法，我们要有时间性吼，调理一下吼、哦，这是咱现在公司优秀的产品，无副作用的物件，合理的食的物件就对啦吼、哦。所以老弟，我不了解吼、哦，我希望讲你也当拍电话。可能这些详细询问，除了许多山里，我包括软骨锁，我讲到这软骨锁啊，骨头疼的这个阿三阿姆特别要注意一下吼，软骨锁爱挂灯去吃，金立明、目睭、过目睭的金立明，包括咱的喜乐通、白边顺畅的喜乐通哈、哦，你们不了解，拍电话做详细询问，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不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政府会的缴费专线电话吼。来，咱即马一处呢，各位信山公司产品十款的朋友，咱独家上十款以外，咱有提供一款精品，要来赠送我咱买十款的朋友。买十款的朋友呢，你也当拿金十四寸沸腾的电风扇台，这咱台湾制作的。你要金蒙特胶热天的布单拿一领，这拢会引起金水素品牌平底煎锅一支。你要个金冰糖燕窝两盒，拢总可以。金信山公司另外有三十粒真的惠安素、金立明、保顺健、喜乐通、喜乐清。两个数三十粒，这拢会用一，咱一道金一行为原则。啊，另外是从咧个别信山公司产品五款的朋友呢，咱都加上一罐以外，咁款我有提供一挂精品，要来赠送我咱每个款的朋友哦。每个款的朋友，你当个金三米六保温杯一支，你要金白沙湾起哥一条，金冰糖燕窝一打，你要个金大香的螃蟹一打，金无患子的洗头毛巾一罐。金环保洗衫巾一包，拢会使，咱一道金一行为原则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来，接下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做来欣赏这首的歌曲，张秀清啊、高向鹏合唱的歌，讲叫做《秋夜恋情》。
鼓励温柔的恋情，阮的打拼照顾你一生。蕊落鸳鸯被，期待幸福美丽，甘愿为你等无后悔。向秋风去，拜托月亮写心意。我爱你，爱你，我想你，我想你，秋风吹也在欢喜。我爱你，爱你，我想你。感谢哈兰哥回来到我们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全国免费的计费专线0800-0500-6688，电话在时8点到AM的7点，我们用专人来跟我们做接听。好，好的，感谢哈兰哥继续来进行节目看新闻。来，另外这篇这应该未来有可能真侪咱国内的名人会去用个创康熙，这底部话古的进程都有思想，还是拄到啊啦吼，卖讲思想拄到啊，都会看到迄个人传来了吼，迄、那个色情的影片，啊，迄、那个色情的影片，女主角呢，有迄个水当当的林志玲啦，啥物吼名模啦，名歌手啦，一个歌星、影星就对啦，大家拢讲靠可能因去拍 A 片，当然想嘛，知影迄是拢假，迄、那个头剁掉尔，换因个人头入来尔。啊，这老高兴呢！啊，听你讲前一阵嘛，讲伫中国讲吼，我呐事件一桩，但即嘛已经吼伫咱台湾入来啊，即拢中国诶变身啊啦，啊歹人就对啦。啊，专工即嘛吼吹对台湾入来诶对手对象啦，医生。教授，讲有将近几千名医生啦、教授吼，讲拢含迄个啥，含迄个查某囡仔赤身裸体，查某囡仔安尼冷冷做一堆啊，伫房间咧做迄个工课，啊，然后是因的头、人头上，当然这随看嘛，啥随假啦吼。啊，这已经吼，已经对咱台湾的吧，这未来咱台湾只要你那是名人，拢有可能去用创意，啊，有可能这部技术，有可能慢慢大家拢会啊。反正大家互相小创看嘛，不一定啦吼。所以要佫会愈来愈进步的啦，吼，你看袂出。愈来愈进步，包括你的声音嘛，拢甲你讲甲一模一样。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来国内讲有真侪间的大学，包括吼医学院顶的教授，包括医生，有将近几千人，伫今年的三月到七月陆陆续续收到运用深度伪造啦，结合这个 PS 影像处理的恐吓批。派人呢，将一名架着赤身裸体、冷冷做一堆的查甫人的面就对了啦，转到换做被害人的面呐、五官呐、用着这种的精玉的相片来威吓被害人，讲你如果是男寄来的话就对了啦，我就公布这个啥画面来毁灭掉你的名誉。啊，这个案件经过咱报案呢。啊！台北市警察局来追查，认定讲这是中国的犯罪集团所做的。啊，这是安怎样？我为人会惊呢？因为伊无确定讲伊滥的迄个查某囡仔是曾经伫对金饭店滥的，所以会惊啊。伊讲哎，我当时就含对一个查某囡仔伫迄个饭店滥滥做一堆。啊，这当时搞起皮我哪唔知啊？啊，其实唔是，阿咪无带，但是伊捌做过迄个工课，所以受着这伊会惊。巩固吼，我记迄个人捌做过。哈、啊。
啊，唔捌做位就去报案啦，讲这人假假啊，伊就做，伊就做理所当然的啊，做大数据间去报案啦。唔同去药病啊。哎，唔知啊，看因安那去处理嘿。哈哈哈！有，安那未做过咧。嗯。哎，未做过，啊，未做过，中间为了那黄家不逃起来。不逃容易，伊个逃啊容易。还是大胆去报案呐？又大胆去好啉嘛？讲我就唔捌安尼害用这个物件。啊，你又捌曾经伫迄个什么什么什么茶酒店、小店、茶铺店、乌店、小店。好，茶铺唔好变。哎呀，无，安尼哦，变成讲何查甫，佮较生恶起来，以后大家唔接着讲，哎呀，我嘅，人讲冲康嘅，你懂得真真咧哦，唔是命人，咱这拢唔是命人啦，未来就对啦啦，不管你命人唔是命人，拢会咱去冲康啊啦，那你继续进步落去就对啦啦吼。讲根据安尼落去调查，用这个手法啦吼，甲船民伫这个中国沿海的关系东部啦、境界啦、上界之间引起了真震撼的恐吓、互相刁的事件，拢总是共迄组相片甲影像显示，这个歹人已经吼将目标甲转线对这个啥台湾来哦，而且即马登陆着大选哦，最近嘛出现什么人呢？蔡英文总统也有啦，副总统赖清德也有。迄面拢强甲变做去就对啦，但是即马吼拢咧进行搜查当中，只不过吹掉就对啦，拢总是对中国家来，吹会掉掠袂掉。这个物件是咱讲真的啦，这种轻轻菜菜啊，是乱枪打鸟啦，啊是讲用迄个伪造迄个影片咧恐吓。即若讲安尼就提着钱吼，就表示付钱，这个人真正确实较早来学啊，一定是安尼哦。伊嘛无肯定讲迄个查某囡仔真实的，啊伊就紧张啊，紧张讲啊，到底这影片是真的还是假的？啊，迄阵啊，到我白来伊就惊啊，白来伊就唔惊啊。对啊对啊对啊，好啦，食饱闲闲在咧开房间啊，你要叫伊安那去想讲到时准砍上去。对啊对啊，伊就变起来啦，系啊，尤其伫迄个风花场所咧上班的查某囡仔，伊今仔日化妆偷摸型裸裸的。等到隔天他沒上班的時候，他會白種中頭毛型又再變白種，你根本那臉你也認不出來。好啦，這詐騙集團的雞屎頭會越來越進步啦，我們自己本身要學得巧的，對他這說向那個幾千名教授跟醫生來做恐嚇就對了。嗯，那个奇怪，一开始想要找教授甲医生的，还在上个新闻点有贪污啊？无，因可能去调查教授甲医生，靠可能去冲这个台的。可能是啊，无啦，啊教授甲医生挂高分贴都有哈利呢。好别讲啊！好别讲讲咧啦，冇啦，我是讲可怜啊，咧啦，可怜靠下。单单讲要生这，就是第一个条件，你爱有经济啦。嗯，你若一般食头路人就对啦，如果你较可以运薪水咧，生活咧饲一口罩，你要去变这有诶无诶？有啦，拄着啊，久久一道啦。啊，当然你若赚靠钱诶人，较常咧变路影啦，你就是安尼尔。无你无钱，你要去对变这啦。有这这些上脑筋诶，这。啊，即讲去年伫中国诶沿海诶时，即个怎么动啊？静啊，凶啊，吼！真系对对，已经引起震撼啊，就对。啊，迄阵伫中国沿海佫出现着恐怖的迄个立字雕咧，啊，立字啊。啊，就是伫中国。刚刚到中国迄边遐，已经顶旧年就开始啊，一寡向迄个恐吓的人，根本都袂记你家己有做啊无做，还是根本都认为讲啊，我定去开房间当时的发，拢车钱目光伫遐立字对啦。哦，讲啊，那伊就安那回事。啊，我咧相片好你啊，啊，这你都拢阿婆爱咧公婆咧，两个下身裸体啊，啊，你摸一个查某囡仔，啊，迄人头上是你下啊，啊，即马中国遐官员呐，遐生理人就对啊啦，遐党员呐，如果作业咧去饭店、舞厅、酒店底下咧做个代志的话，伊嘛袂继续讲我较早咱没查某那是安那。一收到迄个钱，就把好钱金拿来平算啦。咱台湾还是比中国较进步。台湾有一阵啊做旅行，家己汽车宾馆头前底下翕相，啊翕你的车到伊个车牌啦，啊了因就透过着这个雇主呢，找着这个车牌主啦，就叫相片叫你啦，讲你坐车开房间去安翕到啊，啊那偌济，啊一般来讲，这个就说也看到，只要车牌真正是伊个啊。紧张啊，就搭出来了。哎呀，我这几下当阵的旅行过啊，好来进广告啦哈。
好啦，选举这个搞啊吼，啊各种的犯罪行为啊，拢一直造出来的对吼，譬如讲开赌博啦吼，啊是讲就做做这个假消息啦，什么种种有诶无诶，啊咱这台湾的警察唔该做无用啊呗吼，啊唔该处理也好势啊呗，咱唔知啊，不如个简单讲啊吼，这物件那是收到，你就是个贩毒标吼，卖个个分享出去，啊卖个传落别人安尼就对吼，卖做遇到这个谣言的制造者的方向安尼。上最重要就是在要开票的进行一两天三天有可能会有人制作这个假换相片的行啊头譬如说假多少钱嗯、啊假这个小米琴、啊做做一些有的不能收到所以都会我工作真的、绝对有这个事情发生的好这是一个上界快乐的所在，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立法委员柯志伟，我甲总统候选人赖清德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伫十二月初一暗时七点，伫冈山上温馨餐厅三楼办理。赖清德会亲身出席，欢迎乡亲士大到店来收听，为咱加油鼓励。头家，阮今仔是要开一台电动车来骑，敢有袂歹的介绍一个啦？吼，袂歹的有真多啦，啊袂歹，我先讲吼。哈？变形电动二轮车无系安全帽啊，袂使；无照号志、标线、标志骑车，袂使；违规骑伫人行道，袂使；载人也是违规停车，袂使。哦，原来有这些规定哦，我要先讲给阮囝知。嘿，安尼会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交公路局提供。浓烟是火场杀手，火灾时向下逃生。楼梯没有烟时，才可以继续向下逃生。楼梯若有烟时，请立刻退回到室内，关门，并将门缝塞紧，阻绝烟雾。开门逃生前，记得先摸门板上方测温度，门板已有温度或门外有浓烟时，关门塞紧门缝，再开窗，打119求救。切记不要躲在浴室哦。快乐联播网关心您。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有呼吸道不适症状应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1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阿嬤，你要去哪裡？我去參加候選人招待旅行團哦。阿嬤，是候選人的錢，或者是禮物，接受招待免費吃飯吃頭，都有可能是賄選哦，要犯罪的呢。啊，這麼嚴重哦？那這樣我不會去了啦。不然不用去，咱還要勇敢檢舉賄選，做會反賄選，全民站起來。檢舉賄選請卡電話0800-024-099，卡通了哦，再還持續。以上廣告由法務部提供。这是一个上界快乐的所在，一切真自在，关心土地咱的爱。这是一个上界自由的所在，快乐爱台湾，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现在时间9点整。
听众朋友，气破、失去老的、气化不正、敏感酸痛，拢会当来个使用这条白沙湾气膏，真正有效，佮兼会当过滤的喙齿花。像我呢，十几当前牙周病严重，现在即马变健康的喙齿花，这唔是我白讲的哦，确确实实。好、哦，啊，咱听众朋友有想要使用，叫回专线，台南康六7945079，台南康六7945079，感谢。台湾人俱乐部张天君阿星姚仁，而且为咱大家推荐介绍奇幻真台湾台语文囡仔歌 CD 绘本的第二集。一个记者伫旧年，咱有介绍奇幻真台湾的第一集，有真济咱的听众朋友要等于互伊个囡仔孙阿听。今年发行的第二集，同款是用台语来讲咱台湾的民俗故事。第二集呢，咱有邀请咱熟悉的立法委员王定武、作家渔夫，也有咱台湾师范大学台文系的曾嘉应副教授来共同献声，来讲囡仔歌，予咱的囡仔听。咱卖个再听中国思想的故事，咱台湾人听台湾的故事。这次由嘉南青山广播电台制作出版的全台语故事绘本，有三个故事。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军空袭台湾的时阵，一个传说马祖新炸弹，一个有台南喜树啊流传200年的古迹故事，包括顶一本魔神啊传奇故事的续集，规本呢有96页，拢总是彩色的印刷，一个副 CD， 一个当用网络来收听。一本的册内底呢，一个有台语的汉字、罗马字的对照。收藏这本册，会当予咱大人甲囡仔做伙来学习台语文。这本 CD 的绘本目前已经卖出将近1000本，价销呢1150元。目前咱台湾人俱乐部听众朋友，你只要卡一通嘉南轻松广播电台服务专线的电话：0800-558-969，0800-558-969。一本只要899元邮费的介绍，册送到厝才立钱，运费呢由电台来吸收，提供给咱台湾人俱乐部听众朋友上介大的优待。如果那第一集无买呢，想要两集做回来注文呢，两本只要1600元。想要给咱的囡仔了解到咱的台湾本土的民俗，咱推荐这本。奇幻真台湾第二集，请卡免费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558-969，0800-558-969，都有专人为您来服务，感谢。0800-558-668，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咱叫一个活动来给听众朋友做一个报告啦，吼。首先，这个活动12月7日拜六下晡2:30，蔡英文总统要来到咱台南哦。12月7日拜六下晡2:30，蔡英文总统要来到咱台南。关庙大潭边往来公园这个所在，台南关庙区啦，大潭边往来公园这个所在啦吼。当然，最主要是要为咱和总统啊，包括副总统罗清标、萧美琴，一个王定武吼，包括这些台南市民进党的立委吼，来个做些。啊，当然上个重要就是安那。咱咱蔡英文本身嘛，真爱饲狗啊、猫啊嘛吼，所以吼，伫即一天就对啊啦吼，啊，伊会开放予人即个啥，带狗啊啦、猫啊啊，大家做伙吼，来即个往来公园来再佚佗，啊，这就是所谓最近赖清德看萧美琴因即个狗派、猫派，拢总是挺台湾派就对啊啦吼，即场就是要予大家吼，带咱厝的狗啊、猫啊啊，大家吼出来遛狗、遛猫啦吼，即个狗派、猫派都是挺。台派就对了，然后啊，
他其实都吼，这一天吼，蔡英文总统会来，啊，伫只立法委员王定武吼，真辛苦，邀请大家咱厝内面老狗啊，然后拢啊抱来佚佗啦吼，台南。关庙大坎边往来公园这个所在，十二月初二拜六下晡两点半，蔡英文要伫遮吼，含大家做伙来度过吼一个欢欢喜喜的狗派、猫派，都是挺台派吼，挺蔡英文，挺王定武，挺赖清德、萧美琴，安尼就对个啦吼。啊，包括咱台南市吼啊，所有民进党的立委，啊，另外一场嘛是刚换伫十二月初二呢拜六。阴暗七点，伫咱台南市东区儒文路62号吼，复兴国中的操场这个所在，咱紫风车剧团伫遮要来做表演，啊，这回演出的戏剧就是《番薯森林奇遇记》吼。啊！伫只王定武立法委员嘛，辛苦邀请吼大家啊，爸爸妈妈，咱带咱的囡仔，大家来参加吼，来看这个紫风车剧团的表演啦吼。以上报告感谢，来。接下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做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啊高雄市柯先生来点播陈明阳老师甲张天君合唱的歌曲《讨海兄弟》。你尊尊海洋
笑我，爱不容易拢袂煞，他海呀人命，我来将起命，抓来花出声，海上的我呀你呀。好嘞，感谢啊，咱哥登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哈，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啊，0800-0500-668，电话也在是啊8点到AM的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好嘞，感谢啊，咱哥继续那个进行这个跨新闻下来。来，另外咱们来个看这个好友谊啦。好友谊伫昨昏互人甲告，告的案件吼，互人真正想袂到就对啦。听众朋友，大家唔知个会记起卢中杰这个人无？卢中杰，这是伫五六当前，迄当时的新北市北仙呐、啊。八仙游乐园有举办一场，这个少年家囡仔的那个歌手会，颠簸了，尘爆。啊，结果这件案件发生了，这是属于这个业务过失致死吼。啊，安怎样我咱无啥清楚，就是这个卢中杰，这个是负责吼整迄场的就对了，整迄场舞会啊来发生这个意外。诶，最主要的心理人啊，这个气红掠去关五年，已经啊倒转来。啊！但是迄当时，诶，新北市政府侯友宜做副市长，朱立伦做市长。但是这两个人，那含咱迄当时看苏贞昌咧处理九二一大地当迄栋台北关放弃的大楼，包括看赖清德迄当时做台南市长、台南大地当迄栋维冠放弃的大楼，因两个人咧处理代志的积极、负责任、用心。含看好友谊朱立伦咧处理晨报，真正你会看到感觉讲选这国民党咧选这都无效，伊敢真真正正咧做人民的保姆嘛？敢那想贪要做迄个官呢？卢中杰就是这个所谓的北京晨报这个案件，去用掠去官的人就对了啦。但是这个人忽然间突然跳出来告好友谊是那个个案呐，来这边咱来个听看嘛。顶一阵嘛。无几工前，咱伫节目当中有甲听众朋友报报告一件，讲迄当时赵小康伊是安怎样啊？讲要来吼加入到这个好友谊的电影做伊的副手，讲因为因小弟啦，赵少威，赵少威迄当时就是伫咱台湾有一个真出名的歌星，叫做周杰伦，伊做伊的经纪人。啊，所有的经纪人就是爱安排吼，伊要去倒来演出啦、啊，帮伊接 case 啊，吼，就是拢是伊伫边仔咧烦恼的啊。啊，有一回，周杰伦甲吼赵少康因小弟，迄、那个赵少威人去伫迄个啥物啊，中国的澳门去啊表演啊，去啊演出，安怎我唔知影。同我去哦，咱台湾一个七头人甲阿姨亚青甲阿，啊甲阿，这个周少威是要从哪？赵少威是要从哪？伊最主要伊就是周杰伦的经纪人啊。赵少威讲，你爱叫这个周杰伦来伫这个啥台湾来迄个演一出戏剧，吼，比如讲拍电影也好啦，还是开演唱会也好，因为咱咱台湾，咱台湾就对啊，以前古早，即嘛唔知，我唔知啦吼，古早的乌道就是安那，拢会北动嘛，北瓜车吼，哇，当时无做些一挂瓜车，拢来到咱南部啦，什么高雄啦、台南啦，吼，什么大舞厅、大瓜厅吼，什么哪宝街，吼，都出名，迄种兄弟在北的。啊，白动了，所以就是趁这个钱的卫星嘛。迄、那个赵少威去用阿去，去用带，去用这个兄弟个阿去，都、就是因为这个案件。啊，所以当时诶，赵少康
去接到因小弟求求化救命的电话啦，讲伊即马叫兄弟吼也。迄、那个趁机个阿姨就对啊啦，讲逼伊讲吼，你得爱吼叫周杰伦出来办一场迄个演唱会就对啊啦。啊，但是伊啊无法度，伊也唔知要哪办啦，同我要紧找人家个迄个赵少康啊，安尼个同我要紧，迄当时卡定的和尚呢和朱立伦，朱立伦迄当时都在做汤池的市长，啊，迄当时诶，这个什么人啊？好友谊，跟那亲像做金经书的书长啦吼，反正就是做金做出大诶官务就对啦，诶官职就对啦啦，同我要紧。这个朱立伦当要跟个在卡点的和好友谊，啊好友谊当去处私底下去处理这件代志的，这个摆平呐。当甲迄个乌道的讲讲，你唔茫讲拗，啊那阮即摆应该你办怎，因为因私底下讲，啊咱是唔知啦。拗手好友谊当卡点的和迄个赵少康讲 ，OK 处理好啊。嗯。赵少康我感动着，讲哇啊好友谊，这这个人我虽然我还没无熟悉啊，但是就知伊正经事的啦吼。啊，伊早前捌做过台北市的什么迄、那个什么警察大队的大队长啊吼。啊，就捌听过伊，捌看过伊啊，但是无熟悉啊，但是甲赵刚、赵三刚这个代志，互伊小弟唔免叫乌道为一皮啊，所以就感恩的心肝头，我答应来做伊副手、副总统。啊，这件代志呢？煞乎这个卢中杰，咱拄则咧讲了当前卢中杰吼承包案诶，这个啥，去我们家去看这个人啦。迄怪我当出来啊！啊，伊都因为伊都迄个啊，伊个业务过去底时，你得上当做的是安尼样。含咱台南市委员嘛是咁款啦咧。但是伊个赔偿金真恐怖，迄嘛无钱安赔啊啦，迄条钱是什么？结果伊咧怨叹讲，你迄当时诶新北市政府，不管你副市长侯友宜，还是讲吼市长朱立伦，拢不闻不问啦，拢不闻不问。伊即马真受气，多好看到这个新闻，大去甲各上呢，各这个好友谊包庇乌德了，吼、哦、包庇乌德吼，咱来甲看这条罪到底会成立未？啊，伊安那报，咱来甲辩护埋啦吼。你讲国民党副总统侯选人啊，赵小康立正啊，确定要来做着好友谊的副手了后啦。伊当下家己来讲出讲，因为曾经受着好友谊斗三江啦、啊，啊，和曾经做过吼啊，天王周和担任，和曾经不担任天王周杰伦，以及个海外的经纪人的小弟赵少威，免受着乌道牙签甲劫持啦。刷对着，因为八仙的丁伯安被判五年，都打出个无偌久的卢中杰的大弟。三十号透早来到吼台北地检署来告校友谊涉嫌犯罪包庇罪就对了啦，涉嫌犯着包庇罪啦，呼吁检调应该爱传唤校友谊、赵小康这两个人出来说清楚。卢中杰伫29号下晡发出了采访的通知，表示咧讲咧讲一直无愿意向北仙丁北受害者甲家属回失的诶这个校友谊啦，包括伊的年母啦。朱立伦两个人伫啊，西贡啊，上杯一打一唱，最后搁再请出这个赵小康来做因的副总统参选人。赵小康伊搁崩了十外当前校友谊帮伊敲代志的往事啦，煞未记起你当时校友谊你是警务人员呢，应该爱来侦办乌道牙签去共劫持人的案件，你煞私底下用巧的。这已经牵涉到包庇罪啊，就对了啦。卢中叫你痛批好友谊，规矩吹啦，拢讲伊足有心性啦，拢讲伊足吼啊公平公正啦。私底下煞拢做出一挂吼啊，做出一挂这个不法的工课来。对八仙的丁伯的家属的心路你伫对啦，种种拢显示好友谊只是吼一路立着受害者，爬起来做大官的政治佬啊，娘娘。卢中杰并且嘛讲到2016年，伊对迄当时做台北市长的郭文铁嘛甲提过着诽谤罪呢，最后这个郭文铁嘛甲伊达成和解，不起诉了后的20天，伊搁再公开来甲我回信的，我当我甲踢过。而且就对啊，咱甲看这个好友谊，你知法犯法，呼吁检调应该爱传唤好友谊甲赵小康出来讲清楚。依刑法规定啦，公务人员包庇他人犯各种的罪，依各种的罪的规定来加重其刑二分之，包庇指定的身份地位来保护他人从事犯罪的行为的人，必须要积极以行为来做必要。
拿他人犯罪的时阵就对了啦，是用消极要改禁止啦，要改激发啦，吃不幸的包庇罪。好友谊的情宣布做副手的赵小康，赵小康向媒体表示是安怎样，我会答应呢？其中就是一个原因啦。迄当时曾经吼受过好友谊的倒三工十外当前有一个乌道啦，肖像周杰伦吼，伊会当带来了真大的利益啦，也请去啊。迄当时做周杰伦海外经纪人的小弟赵少威，我对澳门甲啊，登来到台湾。要求吼安排周杰伦出来翕一支电影，还是开演唱会啦？知影伊小弟去乌道也请个威胁去，赵小康惊一个要紧，打卡电话去找迄当时做桃园馆长啊，桃园市长朱立伦斗三工啊，介绍好友谊出来斗三工了后，好友谊卡电话加，即个赵小康讲 OK 处理完啊，熟悉啊，因小弟无代志啊，赵小康。大强调讲，迄个时阵，我大对好友谊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了，对个。所以，我答应做伊副总统的参选人，用这个啥鹰爪医保的对啊。迄当时我伫咧报这篇的时阵，阿星一听就讲，啊，这单唔知是真啊假，唔知影啦吼。哎，咱嘛对法律无啥了解。哦，卢中杰伊就作敏感的哦。你做一个警察官员。照理讲，你无着乌道也情感啊，这应该抓起来嘛，对不？这免讲啊，你个就算一般里面老百姓，你都惊惊，你都惊点事，你无讲，都无多啊。你也使谈，当个举报啊。你也使谈乌道谈判无问题，但是你未使私底下去跟乌道谈判。塑料，对，你是未使塑料啦。我当然这个代志之前打崩的时阵，赵小康家己讲出来嘛。迄阵电视在咧讨论啊，讲安尼好友谊这个做法会使啊未使？伊是经济敏感的，对不对？我当时报，我是当作是对头，到尾拢发生伫噩梦里啊。但是这个人是甲赵少康因小弟阿登来到台南，把阿登到台湾啊，所以这有啦，这有讨论过啦，是未来都不了了之嘛。啊，今嘛这个吴中杰伊今嘛出得出来啊，吼，那对好友伊刚才我那讲未爽未烦的对啦，吼。啊，所以就提这个代志去甲告安尼啊，吼。啊，今嘛检方得个调查，啊，这调查嘛是甲恁讲选举之前就去无等。啊，我佫提醒这样代志，今年五月呢，今嘛是11月30，今年五月发生的王金平祥啊，讲真欢喜。我超王的这个叫做名人，现在已经换人了，换上换好友谊的，王金平他才做够超的。那东西好友谊买超对一件，不是四件。好友谊买啊，迄种当时讲四，伊拢无要承认，叫人卖算。哎呀，啊伊超四件，甚至内面佫牵涉到一个500万的现金的企业嘞，来，今个无为代志呢，啊，佮都无人去啊。啊，叫我话袂主动签单啦。啊，这就过一过，当然没记了了，哦，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好友谊绝对不是那种嘴脸在讲的，什么嫉恶如仇啦，什么没得扛乌道交背啦，什么种的话，这件路中结果，这件就是你跟乌道在那输啊谈判，哦，看有影无影吼，啊，到底是不是安尼，咱就看输啊去调查嘛，啊，就安尼尔，哦，啊，之前那个。洪广公好友谊专门咧敲迄个这个李伟双一初选，因国民党诶啦，哦，底下咧敲啊，叫阿来叫我们捧四件啊，哦，这个案件未来呐，过了成功出庭的话啦，一定我来叫赵小康去做证啦。当然啦，赵小康当然啦，伊若讲好，你唔讲无啦，我还是为着要互阮这个吼，迄个调交配吼，一做夹台，敢那较有声势，所以我就爱编一个故事啊，安尼就无多一样。你讲我这代志就对啦。有啊，迄工都好破啊。啊，赵小康那是去用吊门的话，那安尼用啦。讲无啦，我官大人，我甲你讲啦，啊，迄都因为我都含好友的夹数啊，总。你买这就是个故事出来吼，说服人啊，让人会感觉感动啊。啊，我咧当时就想想讲，来讲吼，说服国吼，这个好友谊，敢那是用作正派、作英雄，安尼就对啊。去替阮姐去处理件代志啊，啊，迄种白贼，迄种编出来故事，安尼就无去啊。好啊，那个啊，来我来个判一个浪费书法资源，拖出你我门出战。啊，这好友谊的代志足济咧啦，足济物件咧啦，吼啊，这到底阿伯伊阿去碰啥物？但是足济人拢以为好友谊足正派啊，哦，足济阿以为，但阿伊阿主管在那咧讲啊，讲啊好友谊那无好无正派，像那哪日拢要用？
哦，像那哪家你那么英语啊？可能你配合多关啦、啊。我是感觉讲哪你要英语是配合多。我感觉伊是较高分的。啊，如果那是讲正牌话，就跟他问伊去九十九斤迄、那个迄、那个特磅就知影。一百空三，一百空三斤啊！哎呀，九十九变问题啦，啊，一百空三斤。我是讲其中的四斤含过来好啊，九十九斤的呀。啊，一直讲啊，我发现没得处理的啊，就讲安尼尔就对啦，哈、哦。好啦，感谢啦，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办哈，圣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电话啦哈。好啦，这个刮门贴啊，我啊未讲无代志啦哈。刮门贴找一个副手叫做无心要赢嘛，我有两个无心赢哈，无心要赢的对吧？起码伊蹦出着三个国际的问题啊。好。哦，无心，哎，对对，伊心是有相当国际，咪讲伊放弃，哎，啊，伊讲伊嘛无一只股伊放弃哦，个个都一个位啦，美国，美国，美国，嘿，瓜分确实讲，嗯，啊，无心人，你讲做过立委啊，伊个咧做立委啊，啊，闹相当国际是咩啦做立委咧，对唔对？哎呀，无讲咁歹，嘛无去调查，啊，伊个讲初步来讲有签切结书啊，嗯，哎，迄个切结书，咱会记哩以前为着这个相当国际。大家讲啊，都拢了解。嗯、原来迄个七个书，唔是签落了，兼迄个啥，迄个相关的单位就去查看，你有美国这个无？唔是，是这个七个书签落了，你若认为有问题，我相关何你去查我搞相关文件。哦，是安尼就对了。哎，啊，所以这个那啥，如果那是如果啦吼，迄、那个吴新颖伊根本就无放弃，啊，但是伊有签七个书，啊，相关单位也无去查。阿姨啦，这个你记得有一个相间国际排作股，阿个美人相间国际的，你什么？阿卢庆安嘛，你记得啦？你庆安呐？系啦，阿系邓卢呀，系啦，你庆安呐？系啊，你庆安呐？吼，阿谈美陈思梦妹妹，你后去用查出个原来，你庆安你家己开始相间国际啊？阿而家是对市员开始就有关的，阿你阿想那卡，迄个时做都无问题。因为这个市员看中。对，阿不要就消失去啊！阿听讲不要放伫餐厅吸掉伊哦，我讲。假如给我补耶，给我补耶，给我所以也穿他穿我好诶，穿衣对啦，叫做穿衣威了对啦吼。啊，所以即马即个吴新义用质疑讲，其实伊诶美国即并无即个做放弃了对啦吼。结果伊毋是讲我已经放弃啊，伊是讲这是伊甲美国政府之间诶代志，安尼就对啦。嗯你即摆一定是刮门这个副手，就是副总统候选人，那也是你靠美国之间的代志，对不对哈？啊，中选会呢，我那有咧讲啦哈，讲已经伫27号呢啊，要求着外交部协助做查证就对啦哈啊，所以呢，这个吴新颖伊到底有放弃美国政府，无伊参咧立委都有代志哦，哦，参与之前做立委都有代志就对啦哈啊，所以这个吴新颖吼，可能我那想袂到啊，这个较巧。这个较无像迄个赖佩霞呢，随做迄个过来流水叫做夫妻，拢随走忘记啊。啊，我唔去一下，啊，你讲真无去啊？过来人啊，甲百分之啊。啊，这里，这里有些人是唔是吼？迄个美国这根本都无放弃，啊，甲咱他妈咧做立委吼。可能是因其中一种大生意人哦。哎，情谊小姐吼，哎，美国这是正常的啦。嗯嗯。你是嫁美国人啊？你嫁美国人？哎，那嫁一个美国人。啊离婚啊！啊离婚啊！无，伊是头啊是嫁台湾人，啊嫁台湾人离婚了，他都嫁美国人。无啊，考二级的迄个刚刚冇问题啊，他已经离婚啦。哎，讲迄个买家那好难，一两只双标那种。哎呀，我讲，咱就较无兴趣看人底下说系嫁人还是要娶人，有兴趣吼。好啦，阿来甲咱报告吼，啊有些人你家己有啊无吼，啊即马民进党要求吼讲，你若一叫放弃。哦，提出话，你放弃有新鲜嘛？退出大款就知啊，哈。好，然后来进广告，两面再个倒等下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是咱全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接下来，要来听众朋友做介绍推荐，这是咱圣山金立明第二代。咱圣山金立明第二代，这是由着咱加拿大尾巴油厂所来制作而成。
而且啊，伫咧做过程当中是经过吼啊，咱高科技来做催促吼。这个高科技就是专门啊，利用这个螯合技术配合 PICS 这个高科技的催促。这是咱拜尔博士伊所研究出来的一种专利的螯合技术。这超临界萃取是咱国内外眼科医师临床所来肯定。当然，这嘛是经过吼啊日本啊韩国，包括美国、加拿大，这个眼科医师啊所来认定，目前就是吼拯救视力危机的名药。当然，咱内底成分有真侪，伊有红素、玉米红素，包括花青素、小米草，包括吼、哦、啊决明子、稀油等等等等，真侪行的物件。即所有的物件，如果你若无来利用专利的螯合技术来甲做萃取了，会歪就对了啦。当然，咱的成分会大大的减少。简单讲就是讲，你无这项技术来甲做萃取只的配方，你所吼。得到的这个效果未通真济，啊，所以咱啊尾巴啊，咱尾巴药厂吼，啊，咱拜尔博士用这个专利的螯合技术来研究这些物件，这是目前上界新、上界安全，而且是上界有效保护目睭的良药。但个朋友，咱平常时啊，你都感觉讲有视力的减退，白内障、老花眼、视网膜病变、黄斑部退化、老白油、白网症、大眼睛等等，甚至你本来都已经是近视，尤其是高度近视的人，你拢会当来个挖去。来个挖课吼，啊，当然，咱平常时如果你若是讲吼，啊，时常咧用电脑啦、耍手机啊、来看电视的朋友，包括你的工作是需要去进这个小小的物件，大家拢爱看，你目睭一定会比较吼，较容易损害到。啊，是讲吼，啊，咱啊长期间吼，有好咧走外部，不管你桥多歹，啊，是讲你是开车的朋友，有可能你会挂一支乌林的目镜来保护你的目睭，这真好。但是如果你若长期间咱咧落来，对咱的目睭的伤害嘛是真大。恁拢有可能吼，会提早比人吼早一工就白内障，吼白内障。啊，当然，如果若是讲有遮个镜头，诶，朋友包括吼，你的头脑、你的事业吼，是咧看遐物件的人，你会当来吼挖掘咱的金立明第二代吼。啊，咱信山公司金立明第二代吼，这是由着咱加拿大尾巴药厂吼所来制作而成啦吼。来，这所以另外要来给咱推荐介绍吼，这是咱的圣山软骨素。那圣山软骨素里面有真侪成分吼，真侪成分拢是日本吼专利啊的成品的物件。啊，这软骨素里面伊有日本的专利，就是软骨加元，包括日本专利乙烯葡萄糖胺。这个乙烯葡萄糖胺，伊最主要是咧吼修复咱受损去的软骨。硬骨，包括咧制作吼，咱关节吼凹翘，不管是啊，这个手的部分，也是讲脚的部分，这个凹翘关节这个所在吼，制作以骨长骨长，和咱这个凹翘的过程当中会当润骨，吼会当润骨，那像从咧尖肌油迄一般，安尼咱就较袂去伤害到咱软骨，啊较袂去伤害到咱的硬骨，啊如果咱这个啊关节这个所在，如果曾经也有去受伤过的话，有可能你这只骨长骨长，而且功能会减退，啊这个功能如果若是减退的话，你吼啊分泌出来骨长骨长，伤过头少，还是根本你无在调，能去分泌骨长啊？你当来个挖去吼，咱圣山的软骨素，日本专利乙烯葡萄糖胺专门咧做着骨长骨长。如果若无只骨长骨长来甲咱软骨的话，咱的手翘、咱的脚翘、咱的关节的每一个所在，正容易会去损害掉。简单讲就是吼，你打碎咧磨吼，你迄个软骨咧去磨害去，啊磨害去就抓咧去，你就磨着顶骨，就是开始关节咧疼痛的时阵。圣山软骨素内底一个有连德糖小分子加元两百，包括维生素 C， 一个咱个美国 NEC 两百分解加素，一个有爱尔兰有机海藻钙。这个爱尔兰有机海藻钙吼，这是补充着咱人类。骨头当中的钙吼，上加有效的物件之一。当然有真侪啊，迄、那个产品啊，伊拢强调讲哇，伊的这个产品内面会当补充钙啊，补充什么钙？当然迄是吼，因所啊因的认为。但是咱直接要甲听众朋友，要来甲恁介绍。
目前补充钙上钙有效的物件，就是咱的爱尔兰有机海藻钙这个物件。所以这个物件就是咱这个软骨素内底主要的成分了，对。所以用这大件的台中朋友，要恁甲咱介绍个非常清楚了，对吼，非常详细了吼。初分啊，什么种种拢甲恁讲啊，非常详细。软骨素加一点里面的第二代了，对。除了这产品以外，信兰公司还有喜乐通，喜乐通专门的过去等候清洁。这灯啊，若无清洁是袂使一个了。怎么这灯啊白听哦？你家想看我这个了，惊死人！好嘞吼，所以用这句话经常讲，喜乐通全部除了灯啊白清理了掉。这个是刚刚信兰公司，我就这个喜乐通，这密码就传研发来了掉。阿和技术，他都要人工阿和技术，就是种物件。所以用这句话，可能灯啊清洁，卡袂去记得这灯啊白听。这非常清楚的对哈，所以阿个人摸不稀落清，这会员哈未使回楼客，会员啊楼客对啦，像咱一条狗啦，赶快的对，楼客也读，开始惊人杂七的对啦，误为物件就又开始读，一条狗啊就未通，未通就归臭汪汪，所以上去的话，咱会更赶快意思的对，能够读掉的对啦哈，往下咱走未赴的，别闹哩，看别那楼。在心中看不安的，后尾的血脉通，在卡脉通哟，去把它清净了呢。所以用这句话，经过补虚毒清改者哈，补肾健，南苏丁物，钙合三品的点哈啊，帮你出问题，能怎样哈？吃补肾健，惠安所，日本韩国，今年销售5000万辆，台湾多多多。电台改咱在做的呢，米吧这款就关乎咱做安尼的哈。所以除了这三品以外，能用许多山这三品来做搭配做使用，有人不了解，怕点我做详细说明。0800-0500-0500，非常感谢。好嘞，感谢哈，咱个等来到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现场吼，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0600，电话会在下8点到AM的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吼。来，感谢哈，咱个继续来甲进行这部看新闻话来。来，接下来咱们来个看一篇这个国际新闻，这含咱台湾、中国、一个印度有关的一篇新闻。最近一个中国病毒武汉肺炎爆发来到即马了后，咱台湾伫国际上呢？会当讲吼，结交几落国的知心的好朋友，不是地瓜知心，迄两个知心哦，是互相了解吼啊，家己的这个心情的好朋友。尤其是印度，咱早咧爆发中国病毒武汉肺炎迄当时就对啦，印度真侪这个媒体真挺咱台湾。啊，咱嘛啥印度甲中国的边界就对啦。军队不时咧完结相拍，只不过吼，因有互相小呛声啦，讲袂当开枪啦。啊，牵石头啊，牵石头啊，呀，军啊对军啊对喊嘛咧。啊，迄个军啊，佮后钉铁钉啊，吼，钉迄个五寸钉啊，人个钉迄个钉迄个棺材，迄种个五寸钉吼，啊咧钉好安尼规支刺啊去，啊，互相。那是呢，不会是喏，是做者一样。啊，是做者。啊，无需要无开枪把镜头。哎呀，因咧讲好个啊，因咧戏做好笑哦。印度家拢老实讲，啊，中国遐拢减报，中国家拢无思想吼，介样拢讲袂死安尼就是啦。拢印度输了对啦，拢印度怕输安尼啦，伊每次搞拢安尼啦。结果咱台湾诶，迄个劳动部还是经济部吼，即马含印度咧参详啊，含印度咧参详，看要安怎样啊开放印度诶劳工来到咱台湾吃头路安尼啦。结果即马中国就开始制造迄个假消息啦。就开始咧误导这个国际，讲什么吼印度人啊，那来到咱台湾吃头路就对啊啦，讲吼会强奸咱台湾的查某囡仔，安怎样我就讲啊做歹听，咧就想尽一切办法要破局就对啊啦。这边咱个听阮嘛看伊安怎写啦吼，你讲台湾甲印度即马当咧签啊，这个所谓的劳工合作备忘录了了，叫做 MOU 啦。网络最近就大量咧散播啦，就报一挂假消息啦。报讲吼，
台湾要引进吼印度十万名的劳工来到咱台湾吃头路啦，台湾未来就变成去红性侵害的这块岛屿顶的言论啦。民进党立委林楚英昨昏来还原啊这件代志的时间点头到尾，并且来指出着中国借着假消息来进行白查作战，这唔定伫咱台湾的内部来操弄歧视。恐吓惊吓，更加破坏了咱台湾甲印度即马当好的关系。台湾印度即马当咧针对着引进着印度的劳工顶的议题来展开咧参详，命令就开始有忧心的人士啦，散布一寡白贼话啦、白贼消息。民进党立委林楚英以基础咧讲，讲相关的白贼作战，就是心地网络。啊，用迄个唔敢写出姓名诶文章，啊来带方向，啊接续落去，就用大量诶即个假账号来洗版劳动部诶粉丝专页，即嘛开始来散布着即个恐吓的消息，来互散布恐吓的消息，啊包括讲吼假呀，讲咱是台湾人，啊，我正反对吼，啊，这个台湾政府开放印度的劳工来到吼台湾吃头路，啊，就底下惊啊作受气，安尼就对一挂啊，用这一挂吼假呀、无呀、白差的言论，搁再借着媒体来报道，和中国的官方的媒体来做引用，将不同的言论甲散布对国际出嚟。林楚英一个还原者的时间点，本个月初十，有这个白文媒体来引用彭博的报道来引进这个劳工印度劳工的这个工作新闻啊，印度劳工的新闻了后呢，第十一日，伫网络顶面开始吼，就写文章啦，来批评啦，来引用开始，就有平面媒体啦，有电子媒体吼，捡起来引用。十三日，劳动部正式澄清，讲台湾甲印度即马哈达咧讨论 MOU 的事件尔尔，因暗都有迄个无写出姓名的文章铺伫网络啦，讲啥物吼？要开放十万名的劳工，印度劳工入来，讲台湾未来会变成吼性侵害的岛屿啦，为地来咧带方向。林楚英伊阁继续讲讲十一月十四日的中道时啊啦。讲有网络无写出姓名，诶，文章就对啊啦。讲啥物讲哼？啊，阮中国诶医工无啦，毋是讲阮中国，伊讲啊，中国诶医工比印尼诶医工较好吧？是安那要请印尼诶，嘛是是安那要请印度诶，毋唔请迄个中国诶咧、中国诶嘛较有水准啦、啊将这个印度的医工连接对中国的关系议题去，当天英南就出现了大量的假账号，伫劳动部粉丝专页就开始留言啦、就开始洗版啦、就开始大放用有几千件作者，一直到个十五，阁有三十九岁，这个账号就对啊，伊就正版的汉文伫自由亚洲电视台张大着内容，肖像款的言论就对啊啦。啊，中国的媒体嘛开始引用，并且称呼讲，少年家囡仔看家已经拢作受气啊。林楚英表示，世界公认台湾受着中国的假消息危害上加严重的国家，这次更加影响了其他的国家的关系。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无要骂中国，无要谴责中国计算来乱台，只干那知影讲吼啊，要开放大量的中国学生来到咱台湾吃头路，对着中国泼泼塌塌，这款的人绝对无够资格担任台湾的总统。这个代志是还在讨论呢，到底是变哪开放，都唔知啊。开始就有人吼，伫网络制造假消息，讲台湾要开放印度十万名的劳工，印度人专门咧共强奸、咧共操打，未来这个台湾就是叫印度人强奸操打。然后就佫讲，是安那要开放印度，因中国人唔是较好吗？开放因中国人来做劳工，无佫较好，那你们想印度人啊？台湾没中国人咩？好友宜被开放的，系啊，过来呢啊。唔啦，这个消息我嘛想收掉啦，我就随个单独掉啊，就对啦。因为咱知啊，嘛这嘛是政府甲政府之间咧讲，签 MOU 都还未签的啦。MOU 叫做备忘录吧，备忘录，签备忘录都还未签的，啊，唔系就咧传啥货吼？所以这个假消息，甲你讲无所不至传呐。咱讲真啊，咱今仔卖讲政治传假消息啦，参一般民众都会伫咧网络顶传假消息咧，台中啊。台中代理有一个查甫的啦，啊，伊将一段影片甲传去咧网络上啦，伊讲哦，
今年九月开始啊，因兜的这个巷仔口有一支消防栓嘛。对啊，人家咧跑，啊，咱知影，咱咧发规消防栓就前后，唔知话唔不准停车啊。对对对。哦，这免得讲人家咧去咧。要要紧急的时阵，你啊车动地下有话多些吼。啊，结果呢，伊因为安尼啊，转去哦，人工了做三个加检举了，再加去上检举啦。啊，讲安尼拢总只罚单全部加加，讲罚80万安尼啦。哦。啊！这80万一个出来了后，佮兼佮红吊销牌照吼，我这件代志伫网络就引起大家咧讨论啊，讲这是咩啦？罚款80万啊！嗯，啊，这个台中的武峰警方啊，知影这件代志了，妈妈随赶紧去查者，哦，因为你啊咧困头讲80万，你来到地路啊坐落，你啊80万，你属于咁地？我唔知啊，我无罚我坐啦哈，我唔知讲咩事真的，都无罚这类型的啊吼。结果呢，一个甲查到到地了后呢，是这个查甫人对九月初到11月28号啦吼，连续违规停车的行为就对吼，啊，拢总呢被记罚是12件啦，哦，啊，全部所有的罚金加加的7000里以下啦，嗯，差1万块都无够安尼就对啦吼，绝对无这个80万的代志安尼，啊，即嘛这个警方出来讲话了后呢，这个破门的人。就赶紧去改啊！就改伊家己个迄个铺门。不了，我是咧改迄个东啊，不要就铺迄个东啊。这网络顶咧讲讲叫做淘牌啦，啊，淘牌，淘牌，淘牌了，就是淘人哩，淘迄个牌。甲你恶恶啦，安慰啦，来啦来啦，咩人甲你安慰啊？你就对啦。简单讲就是臭样啦，啊，你就讲出来，讲哦，我就去做一件善心的代志啦。不过大家听讲，哦，你有够牛的呢，你袂歹甲你拍婆，我甲你支持安尼啊。啊，所以这种，这个惨，这个都有那个啥，都假的，你甲看卖啊！啊，好加载啦吼，这个警方加网友开窍了，这安那发来发发到80万无可能的代志嘛吼！但是咱想想的吼，会发7000里啦，你讲嘛是当啊！啊，所以消防车啦、甲路口啦，啥种个消防栓啦。但路口哎，哎，未使贴附近，拢未使贴。你讲那是规定讲什么3公尺？哎，那3公尺啦，我是未记啊。是5公尺、10公尺。有。哎，反正都有紧急备用的。嗯，啊，所以这个就做三嘞，这个网络上跟你讲啊，这个、有啦，好啦是真济啦，但是吼、哦，利用这个网络啊，黑白放消息啦，或者是什么种种有诶无诶吼，迄拢爱注意着，对啊啦，政治诶免讲啊，迄个较济了，对，迄个较济啦，吼、哦。政治较济。有吼、哦，这个就做啥咧？这个姜伟啊，尤其特别啊，咧选举诶时阵，若无来甲民进党做选，啊，咱也足艰苦安尼着对吼。哈哈哈哈哈哈！一定啊，等下调你吼。甲国民党做选举啊，换老过啦。你甲民众加分啦！对啊，等于你甲民众加，你经过遐侪届选举啊，姜伟啊竟然学袂下，啊答辩就要他妈的乌鸡佬！就姜伟啊！哎呀，啊国台办长伊都呛死啊啦！讲这个做三个，讲赖清德加迄个了，做啥小米琴这个配了对，拢是海带啦。以前是讲独家独啦，嗯，哦，独大独的独啦，吼，独家独。啊，今嘛如果讲了这海带配了对啦，国台办，我这没有国台办，就干你屁事了啦。啊，我那算总统是干你屁事了。不代表拢管管啦。对啊，还是你那靠的包花椒。你若有代表，你若去啊好友会吓两句啊，伊会惊啦。啊，你若去啊官媒去吓两句啊，或者伊会惊啦。啊，台湾人吓这个，这都是个民进党的左选文嘛。对开始啦，对迄个什么啊？对开始，那边震动成立了，就开始咧哈。啊，那起码放几档啊，放几十档啦。啊，未变咧，伊特别下了吼，啊，结果咱民进党变到票多济起来。对啊。哎，啊，伊都未变咧，伊话赶快去叫安尼，迄石头砍我多啦。嗯。还话题咧，古早时代政府吼，迄个咱实是做歹砍你开干的吼。啊，所以简单讲，就是卖去散发。分享迄个假消息，对啊，另外有诶消息不一定是假，你嘛无必要去甲分享。还有什么路人应该叫来行啊？对啊，真假拢敢看未出来。哎呀，你若是讲有人咧练消息诶啦，啊是咧介绍世界一寡只风景啊，啥物种，哎，这马去，这大家传分享一下看一下吼，像阿先啊，无咧出国看到外国风景哦，啊，我去了啊。哈哈哈哈哈！真够劲，真够劲！哎，生气，生气啊，生气啊！好了，哎，煮饭回来好啦。好啦，来，志光哥，阿玲，你再说，等下来。选举这段期间来，开始已经渐渐吼进入了吼非常啊，这个闹热的时段了。
啊，当然国民党就是借用啊一寡有诶无诶话语来去敲碎国党啊，刺激国党。尤其咱有看到最近诶赵小康，毋知是安怎，针对国党，搁针对国党迄个黄珊珊，干咩？讲你今仔日你若无靠国民党，你有才调人做台北诶副市长？今仔日你若无靠国民党的话，你有法度人排第不分区第一名，你根本就是咧靠柯文哲咧吃饭嘛，哦，两个人伫遐骂个，骂柯文哲，骂无搞，跟骂黄珊珊来搞安尼啦。啊，赵小康较唔清楚，解说他调咱用一亿去买57亿的中共，啊，到我即马无人提出来讲。啊，咱一寡老啊，伫遐咧舞吼，来啦，阿弟。